我在台东土板部落，一起马啾啾。这次呢，接受了台东工作假期的邀请，来到台东土板部落参加一场四天三夜的志工活动。这一个活动呢是团体形式的进行，主要目的是要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透过志工服务的方式了解部落的文化。那接下来的四天三夜到底我们是怎么玩跟体验的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因为大家是从外地，那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信仰或是个人带来的气场都不同，语言啊方式等等都不同，所以可能你们进来跟我们部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相符合的，如果以传统信仰来讲的话。所以刚才我们在做的动作就是不管是从哪里来，只要从外人从进到部落，在传统信仰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洁净跟除秽的动作。现在要去头目家族，头目家，我们去头目家有什么要做？祖灵屋不能打哈欠，不能打喷嚏，不能打哈欠，不能打喷嚏，不能放屁，不能放屁。对，不这样子对祖灵都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我们现在要去见头目了，头目是一个很可爱的奶奶。我妈看到大哥大哥那都不把你手里钱都给结婚了，都给结了婚。你妈的！住那个二十二呀？在做啥位置？对，大哥那个就上面就是，其实也是代表同住他们祭干的那个。因为它有特殊的那个符文，只有他们专属可以用的，大概就是入石也代表我们的祖灵这样子。我们现在要用这个竹筒来练习明天的那个电线杆的彩绘。刚刚老师有给我们毛笔，然后一个练习用的竹筒。这个图腾，那我们就开始来画画吧。画完了，这是我的成品。不答应。给你们看。先放着没关系，先放在桌上就好。好，收东西了，撤。小米它的叶子它有偏红色，有偏红色，所以这个小米它会变成叫 La Julis， 就叫模仿红米，好，模仿红米，所以它的品种会不一样。哦，五年季啊，五年季啊，哦，巫师都需要它，啊，巫师都需要它，啊，小米收获季啊，季点有需要小米梗的时候就要使用它。那鲁啊，那拉啊，伊那鲁啊那，那伊呀那呀哦。现在拿好了颜料跟笔，现在呢要去画电线杆了，是另外一组，他们已经开画了，我们的电线杆比较远，那我们慢慢走过去。是啊，我们的电线杆到了，在后面，这是第一根。要不要从最远的地方开始画？好，好吧，好 ，OK。哎呀，哦。第一片叶子，我觉得还蛮美的啊，在镜头下面看是真的蛮美的。那就继续画咯。
画这两条线，把这两条连起来，看一下它的。我去，太粗了，完了完了。完了是葱油饼，好好吃哦，这个是吗？里面有加蛋吗？还是没有？感觉视觉上好像有，有吗？还是我看错了？有蛋，营养丰富。你觉得我们到底画的如何？用你的专业，可以再刷一次。叶子上面画了我这三天在土板部落的事情。我在这边画电线杆，学到了很多图腾。这里指的是排湾族的森林，还有他们的彩蝶。然后我在这一边画电线杆，认识了我们的小队服，还有我们的队员。然后有看到很多山，还有太阳。土板部落很可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这里享受工作假期哦。其实在花环在台湾族里面其实是一个很蛮重要的东西，一般其实在结婚或是出丧或是说迎亲这种喜事，婚丧喜庆其实都是用到的。这是我刚刚做的花环，这边要送送的地方。对，第一次自己做花环，感觉应该蛮成功的吧。哎，现在是我在土榜的第二天晚上。这一天的晚餐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惊喜，料理都是他们精心为我们料理的，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然后有天妇罗、咸猪肉、吐司跟水果，超丰盛的，完全是后面这一群人为我们准备的，谢谢你们。现在呢，在吊桥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在这边吃早餐的地方。刚刚在吊桥上面吃完早餐了。现在呢，要下吊桥，往下一个活动前进。
刚坐了货车来到了不懂，现在呢要开始进去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刚刚也做了一个米酒跟主灵说我们要来的仪式，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吧。已经跟不懂的主人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一场的农事体验，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帮他们捡石头。现在要去秘境，蓝宝老师带路。大家现在吃晚餐，然后每一个桌上都有这么多的食物。
拉杰那那的马里多。温呐温呐温呐哟，西呀西呀恩，就黑色温呐温呐温呐哟，西呀西呀恩，温呐温呐温呐哟，西呀西呀恩。这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